原标题与中国有渊源，王国国王在位70年，为何自始至终不到中国访问？古代中国王朝的藩属国很多，而且中国人迁移到外国的也很多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居多，很多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渊源较深，因为东南亚是华人聚居最多的地区。在东南亚有一个国家与中国渊源最深，此国的总理大多数是华裔，而且此国的国王与中国渊源很深，他们都有一个汉姓。此国就是我们熟悉的东南亚王国泰国，泰国也是亚洲为数不多的君主制国家之一，而泰国王室与中国有着很大渊源关系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泰国王室第一任国王施正信是一个中国